大家好啊，刚从工厂忙回来，俺爹接俺的一个电话啊，打工回来的，我现在去县城接他的啊。这是吃这儿的吧？可不行了啊！不来啊！到家吃吧，回去。那咱去城里啊？到城家里吃这儿的。回老家吃。啊，全烧鸡的。你我说到不来吃这儿，吃这儿可不行。哎呀，咱我到家了，回到家了，明天咱回到老家吃来了。要不在城里这些先生到这儿等着。可不行了，我奶奶给姥姥都很累。几点钟买？几点钟填的？反正要去上车，走。买点儿，你就去家了，走。我说带着你吃点儿了，可回去你。咱一会儿回老家吃了。我说你坐多长时间车？哎呀，这回这车，俺们这下雨走的可慢了，光我爹都我爹六个小时。是啊。啊。从这儿从我看，从西安这儿到邢台。1500里地都的，1500里地还多的。哦，烟火9点半多吃。烟火9点半到几个？一天一黑夜的。那整点时候六点多该下车，结果下车都11点半来了。那你坐多少钟头呀？这得20几个钟头。哎，得有10大几个钟头吧。是呗。嗯，坐车坐着我爹这是。你这是怎么交的呢？我俩交警买的啊，我买的呀。谁买不一样呀？我买跟你这不一样。哎呀，谁买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来点鸡腿儿的。啊。两边啊，一个8-9个。啊。他这儿的是。你愿意。66是呗。啊。一会儿交给你了，交吧。啊，谁给你呀？你还给你买，你买了在你里吃嘞。啊，行，那你买吧。这我买了，跟那不一样的。66一共的。啊，对。塑料的麻辣椒吧。哦，对。咱过去了啊！好。我说，你看这车，它一百年了，坐这车慢。不是车慢，它坐这个年，一上车就下雨，一直下到河南这儿。对，河南这儿一直下雨，下着暴雨，不能走。不能走，那铁道都冲了，走的特慢，这车。是啊。就是走走停停，因为他用那跟俺别人那车让道啊，是呗？有让道的，本身那车他都走不快，一亩大田走，他们骑摩托快的。这是太远，一天5个多公里，走烟花多是？烟花9点半。花是也9点，是啊。嗯，跟日时钟呢？你到那个过来南阳这路，到那往上就上快。往咱邢台这都跑多快？是，除了河南这个跑得快。对。啊，这车上了呗。好，走的。他这买点别的，买点啥呀？没啥。买那个水果，买个桃呀。他到边上回来。咱一会儿往回走看看。
看人家平时这稻米上还有卖水果的，今天看看不见了。哎，主任给我卖水果的啊。前面这山有。水果多少斤，老板？一个呀，一个呀。啊？你挑量好几？挑量好几个？都是这样啊？哦，啥样的？也不要太大了啊，就那啊，对，匀不溜都得。差不多行。找好点，老板，就在这儿住。找好了，赶紧搬来了。好的。25块呗，25。对。交放着，你拿去啊！那走吧，直接走吧。直接回去，俺没吃饭一光。天天蟹主任没吃呗？天天蟹没吃嘞。野黄在火车上吃点儿。啊，野黄在火车上吃。吃不好火车上，你吃个泡面。吃一桶泡面。你看，野黄没吃啥呗？这姐，我家到一点多了。俩孩子开药了。开药了。是啊，都是说都弄个都送我家了。那我就不去家了，孩子是在校里。啊，回去看家里这儿有点活儿，到点活儿这儿了。这时候反正还没开始收秋嘞，反正也待不了几天了，我看。每年是这样，每年在外边打工，啥时候回来，家里基本上知道啥时候都过秋了。可累，你老花生也不少，也得收，主要是花生呗。我吃花生，咱得收个十来天，我叫磨的。啊，吃花生可是费劲呗。可是嘞，你收了还得一个一个摘，摘的功夫太慢了。不是摘。俺那天给姑娘俺种那芝麻呗，种了两块儿。好，拉了3轮。那天天气，俺道也不能走，那天气修我道，那道才难走。我骑三轮修尾道，到那个挑那树地好点，下边那块儿。还不太熟，那爷说过两天了得好吧，还没好嘞，我估计过这两天都能好了。芝麻长得行了呗？芝麻长得不赖。是啊。好三轮。四轮那会儿出那这我出那会儿芝麻小嘞，我看着苗不很多。啊，翻起来芝麻长得还差不多，就是那豆啊，种那豆啊，叫野鸡都会吃，我摘没多少。不摘呀，那这会儿这野鸡。啥嘞？到条件了，业绩可嗨嘞！可是嘞，